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胡子，我快迟到了，我在赶车，我在赶飞机。看看我还什么东西都没理好，都疯了。化妆包，化妆包，我饭都吃到一半不吃了。今天要赶去长沙，拿上我的六味地黄丸，这个假睫毛很好用，出口很好用。我这次是要去长沙拍那个王者荣耀的 VC 啊，然后再找一下我的宝藏啊，不是，我的宝藏粘贴。贼好用，就这个，就这两个，然后带上，带了什么？你们看我带了什么？天哪，这个就不用带了吧，又没有汉服要穿。上次匆匆忙忙的痕迹还在，这次就这样子，饶了我吧。这个行李箱就好，挺好的，但就蛮贵的，8块钱一个，我不推荐。这，然后再带上我的淘宝 ，My God。有个精致 girl 突然在喷点香水，这香水是我上小想给你推荐，真的好好玩。Oh my god！ 香水，来鬼，今天 look 就这个样。掉了，好苦啊！我要不充分点，哪里不充分？办理登记的时候，那个前台说我们这边就是多卖了一张票，如果就是我不赶时间的话，可以改一天，迟一天再去嘛。这样子的话，就是会赔偿我1500块钱，而且还包当天的酒店住宿和改签的。我觉得这也太好了吧，差点赚都不想翻，我就想直接就卷着1500块钱跑了，就过来一下，然后还能拿到1500块钱，真好。不急然误机了，延误了，因为航空管制硬是拖到了8点钟，延误了整整2个小时。本来8点钟能到的，他们一定延迟到8点钟，我要吐了，太难了，我讨厌坐飞机。由于延误的关系，还送了我们小零食，但是我觉得这包子并不是特别好吃。长沙有什么好玩的吗？在线开玩笑。终于到酒店了，到酒店之后我就赶紧洗澡了，洗完澡之后我们要卸妆，然后我用的卸妆油是这个玉里嫦娥的国货的，可好用了，它的性价比我觉得真的超高，而且它一点都不糊眼睛，因为是油状的，所以它卸妆能力超强，就上脸之后一下子就能速溶，就把那些眼线啊难卸的地方就速溶，而且它是能睁着眼睛卸的，就是它一点都不糊眼睛，这样很温和。我特别喜欢的一点就是这个，因为我特别讨厌糊眼睛的东西。你看它就是速溶的那一种，而且它乳化效果超级快，就是上脸之后你再用水冲冲掉，它就起效很快，就一点都不会油腻腻的粘在脸上的感觉，很清爽的一款卸妆油。我觉得就这瓶卸妆油来说的话，它性价比真的很高，我已经用了大半瓶了，因为我出门在外都带它。卸完妆之后我们就是要敷个美美的面膜，因为准备第二天的VC要拍摄，看一下大家的卸妆能力，看我眼睛就超级干净，并不会就是说哪里不干净怎么样的啊。我跟你们讲，这个眼膜我都不知道推荐过多少次了，但是呢它唯一有个缺点嘛，就是贵，贵是真的很贵，但是用是真的好用。哎呀，我每一次就是出席这种重要的活动，我都必不可少它，我都必离不开它，因为它就是一天晚上都可以带着睡觉的，然后你第二天起来状态就会非常好。好了，睡了没几个小时又起来上钟了，没想到我来长沙吃的第一顿居然是沙县小吃，疯了。然后到工作的环境了，由于工作的私密性问题，我必须要给这个环境打上一个手动马赛克，因为不能透露太多，我只能给你们看看帅哥这样子，所以我就把这个颜色盖掉了。然后因为我扮的是王者荣耀的妆嘛，然后我今天出的是妲己，然后这个尾巴真的是我见过最好的尾巴了，就是有点沉了。
让我们在全世界火力全开，火力全开。让我们在全世界火力全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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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在全世界火力。我们家杨玉环在拍抖音，我们从早上9点钟就过来拍了，7点钟就开工了，然后到现在晚上5点了吧，我看看，到现在6点了还没结束，那才现在才拍到第二批，第一批是那个。让我们在全世界火力全开，让我们在全世界火力全开，让我们在全世界火力全开，然后第二批是杨玉环，让我们在全世界马可波罗，火力全开，然后让我们在全世界火力全开，妲己和妲己和那个让我们在全世界第三批是妲己。让我们在全世界第三批是妲己和亚瑟，然后第三批还没有到，火力全开，这个是到那个王者，让我们在全世界火力全开。我头天灵盖给掀掉了，掀起的头盖骨吗？掀起我的天灵盖，掀起的头盖骨就年纪，有些人年纪轻轻就没了头盖骨。那倒是真的，掀起你的头盖骨。哦，奥利给！要吐啦！啊靠！我感觉我应该跟那个展轩一样，有一个印记，封印的印记。掀起你的头盖骨。Oh my god！奥利给！先！啊、哦，这里还有个。给我固定的太好了。我看一下有没有跟展轩一样的啊？没有，因为他发际线没有，他那个头太大了吧？这种应该一般。因为他发际线特别明显。拆了，然后这边。翠花。这边卷花少女，这边卷花。大家好，我是温州小有名气的美少女，具体名气小到什么程度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是温州的。对，我是温州的。你是温州过来的？嗯，不是，我是杭州过来，我在杭州读书。什么学校？中医药大学。好，中医药大学的那个杭州校区是吧？嗯，对。嗨，我头都读秃了嘛。读的护理嘛。啊，读护理，小护士吧。对啊，不想做小护士，我觉得我不适合在做小护士。我之前做小护士差点跟人打起来。护士太危险了。我也觉得医疗太多了，还是就是。读个专业回头做别的吧。对，我读个文凭出来。就是如果上海这边是社区院，上海就很 OK。但是不想做社区护士呀。社区院都没有什么可以让人提升的地方。就是。哎，我昨天都没来得及吃，我也想吃。对，昨天快饿死了，延误了一个小时，正好是吃饭的时候。我也延误一个小时，他们还给我们发盒饭。我们门口饭就一个煎包这个。香菇建功，对，我们到飞机上他们又给我们一根香菇建功，然后整个飞机人身体香死，你点吧，我给你点，他们你看，谁打游戏啊？走啊，我也想打，一起打，我也要打，叫我一个。长沙这是什么东西都乱的吗？你长沙干多少了？啊。港式都变得要迎合长沙人口味了。这话说的，在长沙吃的最后一顿饭。
好快就要走了，然后现在已经是第三天的下午，我们也去赶飞机了，但是我的飞机是晚上9点钟的，但他们是7点钟的，所以我就陪他们去，要离开这个长沙这个地方。下次有机会再来吧。今天的天空好漂亮哦，但是我已经好累了，跟行尸走肉一样，准备走了，准备坐飞机了。终于等飞机上，每一天都好累，每一天都觉得好累。希望咱们下次再见吧。可以看到我眼神写满了疲惫，又在想。